查一下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下的药。是。那里面那位需要查一下吗？司总，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男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至于无法亲近异性这一点，或许您的失眠症有关，还需要继续排查原因。我患有严重失眠症，已经很久没睡过一整觉，更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有了欲望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查。是。废。爬床伺候司一涵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离婚？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当初都不该让你替嫁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当初是你逼着我爷爷整整替嫁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。妈。爸，你干什么？是你妈，就替你姐嫁进司家。妹妹，虽然听说司玉涵得了怪病，又丑脾气又差，但是司家好歹算是名城首富啊，还珍惜这个家。住口！先为你着想，怎么跟姐姐说话呀？哎呀，妹妹，我看你妈妈的呼吸好像越来越薄弱了，你确定要继续拖延下去吗？爸，你真是你的女儿，我就不是了吗？